GQ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江涛，今天要来介绍我的 MV 的一个服装。因为这个衣服是我镜中镜，我的第九首歌，一个打歌服。那全剧里面只有这一件服装而已，对，它是贯穿整个 MV 的。我觉得我所有单曲里面最觉得能代表我的一首歌就是镜中镜，里面讲的所有的故事的内容都是在讲我是谁。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我的话，我觉得透过这首歌，你就可以了解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或者说我的想法是什么。一定要有个东西让我记得我是谁，那我觉得这个服装它就代表了那个时候的自己。这样就是很多东西啊，那当然是9月15号全台上映的《我的天堂城市》啦。对对对，这个电影恰巧就是让大家有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孤独，有不同的共鸣在里面，然后我们的方向也是希望可以疗愈不同孤独的人。以上就是我的分享，希望所有的观众会喜欢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《我的天堂城市》。谁独对镜中空虚？